喺早期嘅 Xbox 360遊戲當中咧，有一個遊戲作品，就佢叫做《99夜》噶。咁佢嘅玩法咧就類似《新三國無雙》咁樣噶。咁而呢個作品咧，最近咧就推出咗第二集，我即刻帶大家試一試啊！遊戲嘅玩法咧，其實就真係同《真三國無雙》差唔多噶。咁佢咧都係一個大戰場上面啦，控制住角色去進行戰鬥嘅。喺遊戲入面，每名角色咧都可以裝上四種嘅戰鬥技能噶。咁玩家咧可以喺戰鬥之前咧自行組合，從而設計出一套自己覺得實用嘅連續技噶。同上集相比，今集遊戲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多咗呢個 online 功能啦。咁雖然咧喺 online 遊戲入面咧就唔可以玩到佢嘅故事劇情模式啊，咁不過咧喺入面咧就會有另外三種模式俾玩家去玩噶。雖然今集嘅玩法就同上集差唔多啦，咁但係今集嘅戰鬥入面咧加入咗呢個可以自己創作連續技嘅系統咧，就令到遊戲個戰鬥嘅玩法咧大大咁樣增強咗嘅，所以我覺得都幾好玩噶。所以咧我會俾呢個遊戲8分嘅。